别怕，我会负责。你为什么就是不能相信我？我们到底怎么够了，不要再说了。你要看那个相那我机这样还是子。照相？喂，儿子啊，后天一起吃个饭吧。妈妈，知道了。哎，乖女儿啊，这里有个人想让你认识，后天中午我们一起吃个好，我饭。知道了。来了，这是我现在的女朋友，你是因为什么吗？我第一次看到她的时候，她是个美丽又大方的女人。是这样，来，对了对了，就是这样，来，希望给我多一点哦。我妈要结婚了，真假？那我觉得不错啊。是婉瑜他爸。那你们不就拆散他们？你才在干嘛嘞？我们还是不要在一起了，不要再联络了。Ah!
来形容。